哎呦！这球出手在左外野方向飞得很高，距离够不够远？距离够不够远呢？没有问题，这是一发再见红不让。詹子贤今天球季第二次击出了再见全垒打。 也让中信兄弟在降比赛打到了延长加赛，十局的下半以8-6力克了蓝鹰的桃园队哦，总算也终止了面对蓝鹰的7连败。确实，今天这场比赛来讲的话，到了比较后半段，尤其是9局跟10局，9局林志胜的一个追平全垒打，10局詹子贤的一个再见全垒打。但我想今天来看的话，在打线这部分来讲的话，虽然只有4-5两局，表现只不过在。 比赛的中后半段了，我觉得今天其实单就投手的表现来讲的话，也把失分真的是压在最低的一个部分，才有这种所谓的再见全垒打的出现。这是张子贤今天球季的第11号全垒打，11轰里头有2发再见轰哦，真的太不容易了。但是对于王耀麟来讲的话，这个滋味绝对是苦涩的，因为这已经是王耀麟本季第3次哦，那被对手击出再见安打或再见全垒打。 我这一打出就叫留不住了，这球就飞得好远，直接打在了左外野大荧幕下方的这种大型的看板附近哦。8-6，2分的差距，中信兄弟成为。